狗臭屁咧！我跟你讲，红配绿，我头家穿蓝衫无？穿乌水、穿白，啊，红水乌大班啦，哈，红水乌大班，穿车个人玩。要够人玩，我头家沈玉林呢，沈老板，玉林哥。现在你手工卖什么？卖鞋子无？啊？你也想卖鞋子无？你也卖鞋子？你安尼穿我买下好无？你搞做？哎、欸，我留美语言分析师，我留学美国的，两个留美硕士，我每个在讲台吼，我气质拢无气，你知无？各位朋友，你甲伊讲，开头刚要看我，你敢有感觉无气质？我是较台湾味尔。那我讲英语，讲英语啦。说真的，I would like to say thank you very much because I'm a local in 台中，我是台中人，对不对？啊，现在有一半时间都在大陆发展了，对，所以今天特别为了我们盛威，真的特别从大陆回来，想我吗？想我？掌声在哪里？谢谢，欢呼声在哪里？而且你有够假，为什么我边唱歌？不是，不是边唱歌，我来讲。阿拉讲，哈？讲嘛，那讲出个实在。讲实在。我讲话是很平常心话。对。大杯都卖票房。哦，我跟你讲，4.6亿呢。内面就是有一挂臭干辣椒的话，地瓜人你红在倒位？台语电影太久无看到迄个臭干辣椒，但帝国人想到尾啊，尾爱出了一个安尼，敢若同志迄种意思。什么同志？我是讲囡仔，囡仔。敢若同志，我未出轨嘞，你只要叫我出轨，对不对？对了，我该到底了，我感觉我真的不想跟你同台。没有，我是说，你下去休息啊，我自己来。都把他破坏了了啦，什么同志啦？什么好温柔汉娘娘腔啦？哇，你讲我无温柔娘娘腔，什么娶无某啦，什么老处男啦，都是你讲的。你在唱歌啥？我有传啦，啊，你麻烦准备一下，人我好。准备？我那边准备。会唱的人怎么会唱？我变话做嘞。我要唱黄英台啦。好啦。来，你给他召唤麦。来，会晓召唤。你若唱会好势，我又知你好不好？我跟你讲。你将来敢领一万？将来敢领一万？哎，交代嘞，交偌济嘞，五百块嘞，是哪个人家一万啊？你偌济啊？你好笑，这好坐个地嘛，三百个。三百个，将一万偌济嘞？我才300万，大陆个什么标啊？嗯，什么标？不是言情票啦，哈。上期的那一位嘛，他上期的那一位啊。陈光标一个嘛，这边我做一个饮料啊，伊才上一万尔，各位乡亲安尼好，我破你者。Tony Chen 啊，唱会好势，恁别讲上三班啊，好不好？安尼好不好？所以你要替大家赚钱啊。但我有传呢，我有准备。我即马随叫唱，我也爱唱哦。来，一杯。来宾真的有些爱唱无？有。好，老师，黄英台一段好不好？来。我硬唱，看你唱出来。我跟你讲，我好，迄三拢还袂活，我嘛道具，小陈你摕着道具耶。